哦，刚才那个右上头顶的，往脑袋里面痛了两下子啊，好像东西往里面钻的感觉啊。刚才我们说粘好了那个连到天上的那个电缆线啊，就像他们粘电缆线啊，然后再对里边进行施工了啊，对里边进行施工了啊，对里边进行施工了啊。放好以后，人家看不见啊，外墙在对里面施工了，不影响外面人来观看啊，这里面进行正面的，施工嘛。那个施工的目的是类似，具备那个金字塔的功能啊，咱不是做金字塔用，具备那个灵魂的作用啊，具备灵魂的作用，未来为那些变形金刚，为那个智能生物啊，地球上的也是一个智慧系统，也是一个能量系统，也是一个，差不多也是个地标啊，从金字塔类似的作用啊，但是它这个都被金字塔过渡了啊，主要有个形状像人的形状啊，是这样，但那个系统里面搞得很复杂啊，人家以为只是一个外表的啊，不是，里面还有很复杂的结构啊，好，那就知道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